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。啊，真的有一个月了，天哪。就是我在陪我妈度假的时候，然后就想了很多东西，因为当下的心情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很好，但是我又没有地方去说，我自己就消化就好了。我把生活安排得很满，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工作。这个是常年备在我家，我就会吃这个，色泽很好看，因为它也很像蓝天白云，但这个蓝色我不喜欢。我会从每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找一些自己的原因，我还是要张开双手拥抱美好的明天，也许我以后也还会遇到更合适我的人，不是吗？对，就去迎接你的新的生活。那接下来你就会把我们下一站的行程给你。谢谢。哇哦，重庆 ，Las 五都。我第一次跟男生约会这么无聊，放平常心，就当去交个朋友。约会有点像相亲的感觉。他是真的好紧张。有点忐忑紧张，这男生背影很帅，他们俩还是有 CP 感。咱俩穿都黑色，对，而且都穿的白鞋，还挺，哎，真的，哇哦，还挺搭的，不错，他们两个有戏，张老师，我觉得他们俩有戏，对。